弟弟跟姐姐要来逛市集了。2024花在彰化的市集。等一下再玩，因为妈妈她肚子饿了，她饿的话都会骂人。我们先去买东西吃。嗯。哇，这好可爱的番茄。这里一开始比较多农产品，没有可以吃的食物，热死啊！这里是农产品，好多番茄哦，皮头香农会。蜂蜜柠檬。啊？我很生气啊！什么东西？我很生气。你很生气，为什么？我说妈妈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告诉妈妈那件事情啊。什么事情？就是你刚说的那件事情。没有，我没有说什么吧？我说我们要找吃的。然后你就说，他们吃东西就会，我们只要。所以我才说你们要快点找东西给妈妈吃啊。Hello， 安在吃哦。这个吗？最后妈妈选了这个。哇，太棒了！最后选了这个喝。面吗？好，这里有很多吃的，都可以来参考。